欢迎收看《云端最前线》。台股今年抢强棍，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哈。OK， 事实上买基金绝对不会输给买台股了哈。今天现场邀请了三位好朋友呢，跟分享一下如何挑选好的基金，让你今年财运旺旺了哈。马上为各位介绍今天与谈的三位好朋友，就是 GO 网的主编白富美。嗨，大家好，记得待会一定要收看哦。Okay. 我说的名牌。OK， 好，说的名牌。好 ，OK， 好。第二位是常常听到的声音，今天终于好不容易见到他的庐山真面目，理财专家罗继夫。嘉哥，各位网友，大家好。好，这个今天非常喜气，穿的这衣服的，这个只是比较有王子气。股市好嘛，对对对，我们稍微要好。我纸笔准备好了，要记录。OK， 好，他还是带了纸笔来哈。好，今天一开始要跟谢谢一位在南投的好朋友了哈，是这个台湾非常有名的这个指南宫哦，基南宫，每年哦在过年前大家都去排队这个什么领钱母啦，或是领发财金啦哈。OK， 那我们本来要邀请这个庄董来上我们节目了哈，庄董说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哦，那取消现场的排队，那会改用其他的方式来做这些相关的活动了哈。那董事长也热心，他说他就寄了一些钱母来给我们节目了哈，希望通过我们节目啊的观众都能分享新的一年的财运旺旺了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基南宫 ，OK， 有一个金的，有一个银的哦，包括今年是牛年哦，这样子一个钱母了哈。那现场每位来宾，你们有一个小小特权，唔免去排队，唔免去上网费，几人都有几人哦，谢谢哦，那我们今年。好，有看的节目的也应该都今年这个整个投资的机遇都非常的好，好，再一次谢谢呀，今晚把这等席定那个很关心的这个指南宫的庄秋安董事长甘心 ，OK， 好啊，回到今天现场的相关议题的讨论了哈，全球股市牛气冲天了哈，股票型基金也超会赚了哈，基金不如股票赚钱是吗？未必，只要选对了，股票型基金也很会赚哦，2020年上千档的境外股债基金。中报酬率最好的前十名股票型基金绩效相当的亮丽，真的很亮丽哦，单年度的报酬率从70%到184%，不得了呢，你选对的话真的是财富暴增了，不仅境外股票型基金表现出色，台股基金的绩效也非常的傲人了，去年 有超过40%的台股基金报酬率比大盘还要好哦，这个投资超过大盘的绩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呢，不要臭屁哦，很多人是根本就达不到哈。2020年可说是股票型基金很风光的一年，那么2021年会继续风光下去吗 ？OK， 有几个题目立刻请教这个主编了哈。境外环球基金哦，前十强优于 MSCI 的世界指数，哎，这真的是强中之强哎哈。OK， 好，这个部分请这个主编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相关的看法。好，那我们先总体来看哈，其实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哎、欸，这里涨得最多的是谁？应该还是其实这是六个月，这是分时间的。可是你一年来看的话，其实是股票基金表现的是最好。OK， 股票基金，这个是所有的基金的一个平均值啦。两大类基金的话，股票型基金是在高远胜于债券型的基金。是。可是过去几年来，其实我跟罗继夫我们也常聊这个题目，是台湾人太爱买债券型基金了，没错，这有点可惜哈，就可能会 miss 掉了2020这个行情。Okay， 是。那可是其实我们在社群里面发现，也有很多朋友其实后来看到这个股票型基金真的还是蛮不错的，他们就很积极的就追上来了。好，那我们来回顾一下哈，这个是我根据 MSCI 的一个这个不是 MSCI 说错了，是诚心的一个它的这个的基金绩效的一个表现哈。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其实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嘛，所以债券就先不用比了，是，所以我们就直接看股票型基金好了。好，那这是最佳跟最差的哈，哎，蛮有趣的，你就会发现怎么样？哎，第一名叫做能源转型哦，这档很不得了，涨了。这个是因为是欧元计价的关系，因为欧元去年是相对比较强，是，所以兑成美元以后，它又绩效又更棒。哦、OK， 那可是你假如说兑成新台币哦，那天我看另外一份统计的话，是，其实是差不多有170%。不论你是170%还是这边的188%，这数字真漂亮，188。不要再讲，很痛苦。对对对对，非常痛苦。没上这班车，没有买到都会觉得很遗憾。可是这档基金已经是今年哦，去年12月的时候，它已经跳上来是境外基金申购里面第三名，第三名申购第三名，对对对，已经，因为他还是没有办法像吸引很多债券型基金的投资人嘛，所以股票投资人大概都跳上来了。
都在买这一档。Okay, 是是是。那其实你可以发现最差的是谁？也是能源，也是能源，这是传统能源。对，一个就是变成说是最像去年涨得最好的是什么基金呢？能源转型基金非常亮丽，但是传统能源的基金，因为当然是疫情，就相对弱势。对 对, 對，因为它在疫情期间跌太深了，可能有跌到50%、60%都有。是，对 对, 對，那所以它。虽然下半年有反弹了，所以一样能源，两样情就对了。对，没错、okay, 没错。是。那可是去年表现好的还有哪一些？你可以看得到哈，这边有 AI 的相关的。OK。好，就是属于资讯科技啦，因为大家都 work from home 了嘛，都在家上班了。对，都是远距型的哈，那所以这个相关的类股也就表现得特别好。那其实你看这个第二名的部分好了。比如说，哎，这个环境是哦，这个是类型啦，哈、不好意思，应该要拿这个，这个是哎，下一张是那个前二十大哈、表现最佳的前二十大，这个有名牌哦，这间这个大家看一下哈、可以给它 clip 一下， okay, 手机 clip 一下对，对，可以截图一下哦，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好，对对对，那第一个叫做发。对，就是这一档这样，圆哦，对哦，今天 OK， 今天不得了哈，不得了，涨成这样，就是我刚刚说的，新台币算下来也差不多有178.39，各位同学。对，没有没有，国外的更好哎，你知道吗？国外的，假如说不是在台湾合备的，我那天稍微查一下资料哦，是，有一档也是属于这种网络科技的，是，它涨到200%多。对对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主动型基金经理人的一些选股还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确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一下，是我自己有一个5G 类型啊，这个产业类型不讲个股啊，就个别哎别赖马达去年应该也是很棒，60几哎，可是我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就是说因为年底然后我就收到了一张我手上的基金的对对账、然后它有就是我手中也有债券型的，是，可是它也涨，就是在2020年它一整年它也涨，那所以如果按照富美姐姐的讲法的话，那我是不是今年就要把这个债券型的基金就把它解掉了，然后我去转到能源型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这个 AI 啊、5G 之类的，或者这种股票型基金里面，我需要处理掉它吗？节目在报备，我觉得千万不汤啦，不要啊，对对对，不用啦。其实我因为啊、过去的经验哈，刚刚白姐有讲，就是她有发现最近去申购这个能源转型的人变多的哈，通常台湾的不止台湾投资人，其实全世界投资人都一样，就是等到高档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突然间某些钱呢涌向了某些类型的基金。那刚刚那个实习讲的，他手上有债券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跟股票型基金是不一样，我都会建议说你债券型基金就放在债券型。那你说你手上买的这些基金，你看到对账单都赚钱，对不对？那我想可能买的去年买的比较好的可能是新市场债啦，或高收益债，或者是投资等级债。那我觉得今年你看情况，我会建议你暂时先放着，除非市场有什么大的变化的时候你还不要放、那我就不用说每个月再投钱进去。你本来是定期定额你就继续啊，对对，如果定期定额你就继续啊，定期定额千万不要停，不要停，那真的不要停哦。但是待会也会讲定期定额也不是说一辈子都不要停，要不然你一辈子不要停要就这样，我待会会跟大家讲有些迷思。 OK， 那像包括说这个台股型的基金绩效亮丽有40%跑赢大盘呢、好的，这也不简单哦。对对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台股之优生啊。那这个台股之优生里面哦，真的是有一些很了不得。这边下面有大盘的，好，这是0050。好，其实去年全年、当然你在低点买会更好了。是、那你全年的话，其实它也才40几%。那这边列出来的20档的话，是，其实每一档都打败了它。那我特别抓了一下，因为大家现在都疯狂追富国神，富国神机，对不对？对对对。那有一档 ETF 的富国神机是最高的，大家都知道是70%以上的。好，那其实那个70%以上还排不到这20名。哎呦，已经这样还排不到20，他全年其实只有涨69，就吃的那个这什么的大力丸，对对对对。那所以其实我觉得主动型基金经理人哦，现在我觉得主动被动都不错，好，就是看你个人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还有你对这个市场的看法，好。那可是假如说你真的要用纯的，就是慢慢存钱的方式来做这个投资的话，像这几档就是说算是表现还
当然你这个是单年度，是，其实你还可以再把它拉长一些年度来看。好，那假如说它都表现不错的，其实你就是可以你存基金的一个标的，是都蛮适合的。OK， 对对对，存基金啊，对 对, 對，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利率那么低了，你能干嘛呢？是，对，那当然你还是可以去追这个富国神山啦，像今天富国神山就稍微下来了一点，对不对？是是是，保证一定很多人继续进场追的。是，对，所以第二，那可是假如说你当然那个是用零股买的，因为太现在太多的散户都去买了那个富国神山的这个。用这个零股的方式，对不对？把它当作存款的方式，那其实基金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嗯，对，它也可以用小额的金额来做长期的投资。对，那透过所谓基金经理人的会诊，对对对，主动选股，事实上也跟达到说在股票市场买股一样。因为其实就是说，像我们在班级上好了，是，你就觉得模范生哦，我们大家都给他拍拍手、鼓鼓掌，很好。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是，其实有时候经理人选股就有点像这样，他会去挑好的模范生，他同时也会挑一些说哎有潜在成为更好的模范生，是，或是说他的股票的一个比如说现在区间哎很承压了，可是他过一阵子就会有表现，那这种就不是我们单独去追个股的零股是好这样子可以做得到的。OK， 所以假如说大家这个真的工作很忙，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的话，其实我觉得这种挑选好的主动型的基金，然后慢慢的去累积它。工作很忙，而且没有时间，甚至要自己扪心自问，你的专业选股知识是否够充分的情况之下，事实上透过专家帮你主动选股，事实上风险相对来得低，获利的潜力也会相对来得高了哈。这以前老师常讲，风险管理两个原则：大中取大，小中取小啊。大中取大，几个大项利益，选最大可能实践的大项利益去追逐。对，几个。风险里面选你担得起的最小风险，立刻去规避了哈。事实上，买基金就符合所谓风险管理的大中取大、小中取小的原理了哈。回到这个季富兄这边，我再插播一个小手板。两个礼拜前讲过，很多人说麻烦个共几本截图没要了，而且说，股神华伦巴菲特常说，人生就像滚雪球，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团湿漉漉的雪和一道长长的山坡。Life is like a snowball. The important thing is finding wet snow and a really long hill. 他说，人生如此，投资亦是如此。重点就是湿漉漉的雪和长长的山坡，如何找到？看出湿漉漉的雪，各可能需要一点智慧和经验哦。那团雪为什么要选这团？未必我们大家有同样的慧跟智慧跟经验，包括所谓专业关系网络了哈。但是长长的山坡，你我都有，没错。我们活个七八十岁没问题吧哈。华伦巴菲特大概我所知道13岁他都开始投资。好，那写这篇文章的周文伟说，我30几岁我才悟出说投资的真谛，这个道理很清楚，就是越早开始投资越好，越年轻开始投资复利的效果越好，这件事情重要，绝对不输给你努力读书和努力工作了哈。那团雪我们要请专家帮我们挑，找谁？基金经理人了哈。 OK， 但是你自己决定的是什么？长长的山坡，所以要看这个来。好，这个本金放到哪里？专家帮你挑。好，买 5G， 买 AI， 买能源转型，买什么东西？ Intelligent。 但是这个你要下定决心，越滚越长，这个滚雪球到你人生的黄金期的时候，你就等着收割这团又漂亮、内涵又充实的大雪球了哈。好，这个季富兄有几个问题，我要立刻来请教你了。OK， 好，这个2020台股基金表现，主动型胜过被动型，这个是一个定律吗？还是只有2020才这样子呢？好，刚刚白姐讲了哈，因为很多基金经理人他会主动去挑股票，好，那挑这个股票呢，有些经理人很会挑啊，但是有些经理人也不一定会挑。那去年到现在为止，为什么主动型的基金这个绩效胜过被动型？被动型就是说你跟着指数，就刚刚那个秀出来跟大盘比较接近，对不对？那因为给大家一个原则哈。在多头市场的时候，主动型的基金通常会赢过被动型。为什么？因为主动型的这个挑股的时候，在多头的时候呢，这基金经理就像刚刚白姐讲，他如果挑到一个还蛮有潜力的个股的话，哇，那涨幅不得了哈。所以你刚刚会看到有些基金一年可以涨100%以上，也就是一年可以赚1倍以上啊。可是，在
比较空头的时候，通常主动型的基金的表现就没有那么好，因为什么？当下跌的时候，你手上满是股票，那时候都会跌。可是指数的跌法呢，它不会是全部都跌嘛，哈。是。那可能基金人挑的股票好的时候很好，可是差的时候它跌很多，所以给大家一个概念哈，不是所有的时间主动型的基金表现都比被动型好。OK。多头的时候，主动型基金可能多头主动好一点。像现在，现在的台股跟现在的美股就是这样的情况。嗯。可是如果空头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可能选择被动型的基金会比较稳健、安全一点点。OK。对，是是是，好，这是我的看法了。好，那去年基金涨了这么多。续报还是诶，修雕进去，修处理起来。你的观察，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啊。如果我现在叫你卖了，结果后来涨，就没单机断掉，每个网友会来 K 我哈。这个我就是想问啊。好了，我今天冒着风险来回答这一题啊，这很难。对，我这样讲好了哈。第一个，先看你买基金的时间点是什么。你如果是很久很久以前买，比如三五年前就买，我觉得现在你只要买对了哈。挑错股票跟挑错基金啊，去年挑错，如果你真的挑错的话，可能真的是运气真的很差，要不然的话，大概挑什么股票都会赚，挑什么基金都会赚的啊。那如果你投资的基金的时间比较长，现在还是赚的话，我会建议你暂时放着。像刚刚实际讲的，你买的那是债券基金，可能已经放了好几年了吧？嗯，对不对？那我觉得过去几年已经累积一些报酬，去年表现又更好，其实你已经赚了一些，你就慢慢的放着，它其实已经帮你的成本平均下来了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去年才买了，我会觉得，因为你去年才买，可能很多人高点才买，就像刚刚那个白姐讲，那可能有人台积电500块甚至600块以上才买的，你说你要不要卖？我觉得这自己就要设一个停利点，因为你进去的成本比较高了，是比较高的时候呢。可能你就没有办法像以前放很久的人，成本可能像买台积电这100、200，你不能这样比。600块的风险当然是比100块的风险来得高。所以如果基金也是一样，你如果是去年才买，已经有一波的涨幅的话，我会建议你可能先出场一些，因为买的成本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可是有人会讲啊，就像我讲的，我现在叫你卖了，结果之后又大涨，你可能真的会来骂我哈。那我觉得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我们不是神嘛，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是最高点，什么时候会最低点，连股神都不知道。对，连股神都不晓得嘛哈。但是你可以先卖一部分。比如说卖1/3或卖一半，有部分先落袋为安，哎，你这样会比较安心一点点。你拿到那个现金，等到如果股市有再跌下来或基金有再跌下来的时候，你再加码去解。可是至少你先赚了一部分，那万一到时候碰到行情下跌的时候，你有一部分先逃了。是，可是你留一些，如果之后呢，哎，行情还是继续往上了，至少你还有一部分可以赚以后的钱嘛，哈，这样你会比较安心一点。这是我的建议。那另外还有一个哈，就是说，要看你买的是什么这样的基金啊。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如果你买的是这个前景很好，比如说刚刚嘉哥讲的5G 啦、AI 啊这些科技类股，我会觉得说你可以继续报，因为毕竟哈，现在我们看过，我跟白姐最近也参加了很多这种什么2021的投资展望啊，大家一致的看法都认为科技类股今年还是会涨。所以你如果之前买的是跟科技相关类股，或者是持有科技类股比较多的基金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暂时先放着，因为它的今年的展望趋势都还算是不错哈。是。可是呢，如果你买的是比较不被看好的一些基金哈，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能源基金，虽然最近能源已经开始涨了，可是我相信很多人手上有能源基金，都是之前赔很多，只是最近稍微的把这个亏损稍微弥补一些。那我会觉得你要处理这些，可能还是在亏钱，但是前景又不一定那么好的股票。OK， 我有一档那个去年哦。哎，要小声一点讲，小声不要被黄光芹听到。这个去华南银行那个银员说，杨大哥，这个可以买。我买那个能源，传统能源呢。我那时候我也想说，心里面千百个不愿意。去年石油跌那么凶，他来叫你买哦。对，他说他就很有眼光，我讲说会有机会。那我不多钱了，5000块艺术级的哈，就没让他扣。前几天我看一下，他回报是60%，涨60几%。所以我说啊，嘉哥，你进场钱不多，但就是第一点，我那时候你进场时间很好。对，可是我告诉你，去年的时候就是疫情刚开始的那个时候，对，好，这个白姐讲，那个季波兄也讲，所以那个入场时间点还不错了。但是是不是后续持续看好，我自己要做一点功课。可是因为你低点进，我就觉得，哎，你放着至少
还比较安心，还比较安全。可是前几年有些净能源基金，我告诉大家，去年跌的时候，尤其这个石油期货出现负数的时候，对，那时候有很多的能源基金是赔60%、50%，就算最近回来，这些人的基金大概还是赔个20%、30%。那我觉得这样的基金不是我的英明，是我真的是在狗屎运的第一点进场。有时候投资就这样子，好哦，投资有时候还是要靠一点运气啦。是是，我也需要靠一点这种运气。这个钱母哈，要一定要摆在你的什么家里的叫什么那个叫一个什么那个叫财位，财位。那财位到底如何？我没有那个专业能力告诉大家，回去上网看一下。那时间不错，请问一下季富哥，那所以刚刚你们给我的建议是说，好的，我的债券基金我就持续在那边让它扣钱扣钱，然后就先暂时不要处理它。可是它在实际的操作面会影响我说。那可是我就没有多余的钱去投入说啊，现在如果新兴能源啊，这个基金其实它的前景是看好的，那我就没有多余的钱可以去赶上这一波赚钱的好机会啊。我不相信你手上没有多余的钱。不要把它秘密讲出来啊。还有一个我们上次讲那个买黄金，我们这边几个都20公克，他是说包一公斤回家。完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说，我手上还有一个是医疗防疫相关的这个基金，是那在今年这一块还有可能是持续被看好的吗？好，我分两个部分讲，就是说刚刚实际有讲哈，那我们就假设他手上真的没有现金了哈，那这样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倒是觉得你可能真的要卖一点点，手上存一点现金，就不管在任何时候，我都建议大家，即使是多头的时候，你都不要把100%的资金投入的，子弹不能投，完全投入，对，你手上还是要留一点。所以如果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实际你可能要稍微卖一些有赚钱的部位，存一点现金在手上，然后等机会再去布局别的，但是不要全部都梭哈，所有的闲钱都丢进去，这是一个很危险，因为不可能天天过年啊。虽然你现在看台股一直在涨，一直在涨，可是万一哪天反转的时候，因为你手上没有现金，你手上的标的会跟着跌，你到时候更没有时间，没有这个筹码可以加码。对，那你刚刚说的医疗生技相关的基金，如果你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做，我会建议继续做，因为毕竟医疗生技这个产业它的长期趋势还是被看好的。那当然也牵扯到你的时间点了。好，如果你是做了很多年，我相信现在手上的基金应该也是属于赚钱的阶段。那我会觉得，因为前几年生技医疗的基金有做过一个调整，就是有稍微下来一下，可是从去年开始又慢慢的变好。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它还在上升的趋势上面，我的建议你会继续扣下去了。所以你都建议我这个也继续保留扣，那个也继续保留扣，所以我其实就我刚才有讲啊，你如果怕手上没有现金，你可以卖一点哦。但我不相信。不过实习啊，稍微注意一下啊，这个我没有能力所报名牌，这也违法了哈。不过我跟这些就不知道你觉得就研究生技产业的，包括这一些线上的科学家，他们某种程度认为说，2021年是很多过去所谓本梦比很高的那些生技股，今年开始会慢慢有所谓具体收获的。迹象会慢慢看到，因为这是一个一些研究的进程。那嘉哥，我补充一下，我补充一点。那这个我不是说去买哪一个哈，但是要整体而言，这个方向是往前进。对，他说是有一些机会慢慢出来。这边补充一下，实习刚刚问的这个生技医疗科技的基金哈，其实生技基金跟医疗科技基金又不一样啊，所以我不晓得实习买的是生技还是医疗。这两种哦，对，生技哦，我讲的是生技哦。如果是生技，就像嘉哥讲，它的波动比较大的。那我会觉得波动比较大的基金的话，如果有一定的获利的话，我会建议先出场。为什么？它波动比较大，它波动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它又跌下来，它一跌可能跌很久。可是医疗相关，因为它比较长期的趋势，它的走势相对比较稳健，所以把生技跟医疗分开来看。医疗的部分，我倒是觉得做长期投资可以继续下去。对，医疗，只要有人活的一天就有需要医疗的一天了。OK 哈，所以那天像那个健保署署长李伯章李医师哈，那事实上他我为私底下问他说，你们的投资什么？他说医疗。我说你都没其他想法，讲他就是医生嘛，他的基本很简单，就是说这个产业永远会被人类所需要了哈。好 ，OK， 白姐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聊的，市场还是有它一定程度的动荡跟波动性，虽然说美国换总统，但是你看全。
世界哦，最近像那个欧盟也很多事情。OK， 好，加减买两类型的避险资产，你认为这个议题怎么去思考？这题目定的很红，很崇高，不太好理解。OK 啊，加减买两类型的避险资产，来好听听你的意见。没有啊，因为其实像说去年那么好，对不对？都是超乎大家的意外的。好，这个疫情之后的这个反弹哈，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象。那到了2021年，是不是都持续这样呢？因为所有的专家都会告诉你说，央行都不会升息嘛。那在央行把这么多上兆资金，应该也算一算，这样下来，包括财政刺激，已经有到12兆以上了。放了这么多钱在市场上，那能干嘛呢？大家只有去投资嘛，对不对？那或是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好，那这么多的资金一定会去追逐。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像台湾是受惠的国家，所以房地产也涨，股票也涨，哈，那还有那么多资金还要去加惠谁呢？对，所以他们可能就或是在家没事干啊，怎么样？就有一些封城，哪里也不能上班啦，只好玩玩股票吧，因为那个唯一的赌场，在家宅经济一下。对，所以金融其实资本市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宅经济的东西，而且美国也一直思考避险的方向，在印钞票，对对，在印钞票，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认为说不会，那股市应该要继续涨，可是就是怕万一，是，那这个就很难讲了，是，对不对？那其实我是觉得说，某种程度你还是要有风险意识，那我们先找好防空洞，就是说，你大概知道一下，也拉一拉，像比如说去年的一些基金的表现，也许它全年下来都不是令人很惊讶的，好，那可是它其实在 critical moment， 就是很危急的时候，大家会去买什么？黄金。他会去买什么？美国公债。好，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就是看好一下，好，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准备一下。如果对，假如危机意识一定要有，那避险的布局也应该要有时候要超前部署。对 ，OK， 好。那你提到说刚才讲到说黄金，各位同学仔细听，黄金跟什么？黄金的股票型基金， okay， 对对对，除了你可以买实体的那种黄金，或是到银行买这种黄金账户之外，黄金存折之类的，对，黄金存折那个之类的这种东西，其实有时候黄金的股票型基金，像其实去年也是表现的都很不错的，那个大佛每次都笑眯眯，看那个脸书那个，对，我说你是修图哦，你喜欢的话呢？其实它虽然没有到180几，可是其实都有到比如说40几%这样子，对对，就是有时候你做一个避险的。那像我去年其实在因为我比较早就布局一部分在美国公债，是，所以其实去年像第一季的时候这种很惨跌的时候，整体绩效都不好的时候，其实因为刚好有买了一点点的美国公债在那边，所以它表现就很好。那至于美国公债要买哪几种呢？其实我这边有特别列了哈，主动型表现前五名，跟因为美国的公债在属于主动型基金里面会少一点，好，这个选择性不多，好，然后可是在 ETF 的里面是选择性是很多的， okay， 是。那其实像比如说去年这个它一整个下来，你玩台湾的这个 ETF 这个美国公债，有的10几%、20几%的报酬都有。even 说，第一季结束了，不是那么的紧张了，是，好，这个股市在反弹了，可是它一年下来也有这么好的表现， okay，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基金投资哈，其实就是完全好，你都知道18般武艺你都要会，哈，要你看懂。啊，趋势是怎么样？是好，然后有必要的时候啊，你就采取一些比较这个避险型的动作，好，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说再来会有什么黑天鹅会发生。对，因为假如说一个，因为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疫苗的注射，假如不是很成功，那可能经济又要再下去。是。好，那有时候华尔街就是这样，有时候华尔街啊话剧也跟档啦，那有时候他们喊一喊就只是为了要出他们自己的股票，或什么，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对。那有时候他喊一下怎么样，那市场又动一下了。OK， 所以居安也要思维了哈。对，在多头市场一片繁荣气氛里面，也要做好某种程度的，对，所谓看好避险的超前部署了哈。OK， 刚才仔细听哦，这个总编已经帮我们告诉几个避险的方向了哈，来挑紧脚了哈。OK， 我们把现场交给摄影棚的另外一端的富兰克林三分钟纯基金。OK， 大家好，我是詹哥，欢迎收看今天的三分钟纯基金单元。
现在股市真的已经飙了好高哦，很多人想要在这时候进场，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很怕被套在最高点。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可以来分散我们的投资风险呢？我们请 Connie 帮我们分享一下。那我就会建议投资人呢，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也就是说你原本可能只买两三只的股票，但是在今年你有可能就需要分散可能是70档、80档以上的股票。那很多小资族你可能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资金的话，那你就可以考虑用共同基金的方式。那像去年话题最夯的还是科技类股，那去年科技类股已经涨了这么多了，今年它还有续涨的空间吗？确实哦，去年科技股涨得很多，我们用台湾有合备的境外基金来看，科技基金平均涨幅就有46%，何况说里面涨得更多的有50%、60%甚至更高，的确短期有一些拉回也是正常的。那加上呢，今年其实是选股难度应该会升高，我们用2020年的经验来看，纳斯达克指数虽然连创新高，但是就成分股来看，还是有40%左右的股票一年当中是下跌的。所以今年也有可能要注意的就是选股难度升高，已经不是随便买就都会赚这样的状况了。这样听起来有点可怕，就是选股的难度提升了，也不是随便买可以随便赚的年代。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配置它，才可以分散这个风险呢？如果喜欢科技的朋友，我想今年应该手上也都有台湾的科技股了。那如果你还是喜欢科技的话，就科技类股，我们可以建议你也可以留意美国的科技基金，主要是因为在台湾主要像是半导体啦、供应链都是属于硬体相关的厂商，跟这个股票权值是比较高的。那如果在美国市场的成分呢，其实包括了 ACE 王牌这样的 ACE 的题材，包括像是 AI 相关或者是 Seed Cloud Computing 云端运算相关的一些软体类股，那或者是 e-commerce 这些电子商务，相信大家在过去一年都有用过很多网络购物等等的线上服务，这也是一个商机。所以在美国的科技类股，它其实有更多的软体跟云端类股，那所以可以用台湾的硬体为主，以及美国更多元的 ACE 相关的一些软体跟网络类股，来一手掌握软硬通吃。了解。所以今天这样子听下来呢，就是我们可以运用美国的高科技基金来搭配台湾的科技基金，就可以软的钱也吃到，硬的钱也吃到。谢谢 Connie 今天分享给我们这个软硬通吃的投资 paper。 我们把现场还给嘉哥。好，谢谢啊，这两位非常精彩的分析的哈。詹哥搞半天是个女生，Connie 是这个富兰克林基金的这个研究部的副总，是这个领域非常有专业背景的一位基金经理人的哈。好，类似的专题我们在后来未来的节目中还会持续的进行哈。回到现场的相关讨论的哈。OK， 新的一年，刚才 Connie 有分析哦，不是把酒 KK 哈，青菜被拢会丢了哈。OK， 把酒爱卡爱邓卡朵来问了。OK， 好，老司机带路哈，今天现场就有老司机。老司机带路教你挑选好的基金，有什么配波不了，很多人已经懂得长期定期定额投资基金，不过哎呦不过市场变化万千，今年表现好的基金是不是未来也是同样的有好的表现？因此买基金除了看短期绩效，更要看中长期的表现，因为基金投资的原理是要用时间轴，要一个长长的波道，所以未来的趋势观点很重要，一定要看未来才能列为纯基金的口袋名单。然而面对几千档的基金，真的是很多，如何万中挑一选到优质基金，就要看门道，而且要老司机带路了。 OK， 两问题立刻就交给吉福兄，如何挑选好基金，这些方法帮助你基中择优。 OK， 在基金中要挑出什么优等模范生哦。每次青菜公公哦，全台湾都盯着你看，来听听的意见。同时你也告诉我们说，要善用基金奖的得奖名单，听听你什么叫基金奖，有奥斯卡奖，有什么奖，我会讲。那什么叫基金奖？来，好。那我先讲第一个怎么挑基金哈，我这边帮大家列出了几个原则哈。第一个叫333法则，这是我自己的归纳。333哈，什么叫333呢？就是我相信大家买基金就是最重要就是赚钱嘛哈。那赚钱就是看它的绩效。那现在呢，其实网络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去网络上面去找这个各个基金的绩效。当然
你找绩效的时候一定要找同类型啊，比如说我要找科技类的基金，我就是科技类基金找出来，你不能说科技类基金去跟生技基金，橘子跟橘子比，苹果跟苹果比，对对对，所以你要把同类型基金找出来哈。那怎么找呢？所谓三三三法则，我的原则就是，你如果在短中长期的表现都在同类基金的前三分之一的话啊，你就可以去选择它啊。那所谓短中长期怎么去挑呢？我就是一三五年，嗯，就一年期的绩效跟三年期的绩效，还有五年期的绩效 ，OK， 都在前三分之一。其实现在这个你只要打开电脑网络上面挑一挑，就很容易挑出来了哈。筛选条件东西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三个条件都达到，那当然是最好。如果没有的话，你至少要达到两个条件 ，OK， 好。那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三三三法则。第二个，挑基金的时候呢，规模不能够太小啊。有些基金你可以看到它绩效可能很好，可是它规模可能比较小一点点。这时候你不要去挑，为什么？基金太规模太小的话，可能会清算。所谓清算就是这个基金要被结束，被迫结束。像去年台股就有这样的基金，被迫结束哈。那所谓规模太小，有什么样的准则吗？我自己认为，如果你要买台股基金的话，至少规模到十亿以上，我觉得比较安全。虽然说那个下市的门槛是两亿啦，但为什么挑十亿呢？因为如果行情不好的时候，这个基金规模就噼里啪啦就下来，然后万一又有人赎回的话，你如果只挑两亿的话，哎，很容易。Okay， 莫名其妙就被消失了，对，没错，很容易 哦。所以我觉得十亿是一个安全的门槛啊。十亿，好。对，那第三个就是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 ETF，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被动式的基金哦。因为很多人对基金虽然都知道，可是并不一定了解，也没有时间多去了解。好，没有关系，你就去买 ETF。那我觉得买 ETF 是比较适合一般的投资人，但请你买 ETF 的时候就买所谓的原型，你不要去买什么正向两倍、反向一倍的那种杠杆型的、原型的、对，基本款的哈。那第四个呢？就是最适合大家的投资方式，一般小资族啊都可以做到的定期定额的方式去投资。我觉得根据这四个步骤，你去做挑选基金啊，我不敢讲百分之百一定都挑到让你大赚的基金，但是我觉得踩雷的机会会大降，至少小中取小了嘛，好，对不对？对，你讲的没错。OK， 那你前你那个提纲提到说基金奖的得奖名单，我这边看上网看一下，说台湾目前有什么诚心最佳基金奖，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是 OK 这么多奖，哪一个奖讲了算数？我觉得这边列出来的几个奖，比如说诚心 Smart 致富，对，汤生路透李博 OK 好，简称李博，杰出基金金钻奖，金钻，对 OK， 这都是比较有历史的。他说前三个是国际的，对，那后面是由金钻是台湾的机构所选出来，是前面这三个跟后面这台湾自己本土的这个机构选出来基金奖都有很长的一段历史，我觉得基金奖都可以做参考。这四个我讲四个，除了这四个我不推荐，除了这四个，对 ，OK， 好，其他的我都不推荐啊。为什么选这四个？我觉得可以，是因为第一个它有历史，第二个它呢，哎，选择的这个就是标准呢，虽然每一家不一样，但至少它都有它的逻辑在。而且呢，他选出来的不是只有看绩效，他还帮你考虑到风险啊，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哎，这档基金飙得很凶，可是他可能风险很大，那可能就不在他们基金奖颁奖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有时候考虑投资，你不是只有考虑到绩效，有计量，但也有计值的部分。对对对，是是。那他帮你选，而且如果同类型的基金档数比较少，比如说只有三档，你比来比去都那几档也没有意义，他也不会帮你选啊。然后成立时间比较短的基金，他也不认为说这个对 不具有参考价值，他也不，所以他都帮你做一些筛选之后，我觉得可以考量他们这个基金奖的得奖名单，但是不是说你买了得奖名单之后就一定是每年的第一名，不是这个概念了哈，而且也不是说一定可以让你赚大钱，但至少让你稳稳的赚，我觉得是有机会的。那基金奖有这几项基金奖，他们有没有共同的交集的部分？那我们就买那个交集就好了，有可以啊，更精打细算。有啦，有啦，有一些是会有交集。每年大概三月份就是基金奖颁奖，真的是。他有问到重点，他有问到重点。我的钱都有 hack 起来的。你如果三个奖、四个奖，共同的交集，大家都看好，那 OK 啊，更好就对了。但我必须要讲，这从这些年来看到基金奖名单，要重复的名单还真的不容易查，因为有些基金奖的档数其实很少，只有十几档。是，那其他有一百档，那这个要交集就不那么容易了啦。OK， 是有这个企图心，但实务上可能没有，没不那么好找。但是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这一些得奖挑出来的基金，就至少会比我们一般
定存要好很多很多的概念。这个我不敢保证啊，这我没办法保证。它还是有风险的，还是有风险。但是我相信长期来看，它应该有机会打败定存啦。好，那我再强调一下，今天节目啊，应该制作单位蛮专业的，有列这个四个基金奖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除了这四个之外，其他奖我是没有，我是不推荐的。OK， 就是刚才那四个。对，好，另外一个哦，就是买基金。不可不知道的投资大迷思，基金已经相对风险比较小了哦。OK， 还会有迷思啊哈。我在之前看到有一个人写一个投资的文章，很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个迷思可能包括自我体检的迷思哈。有机会我们要请大家分析一下，说许多投资顾问经常被问到的就是该选择股票、基金还是 ETF 作为投资工具，或要买哪一档比较，那名牌是哪一个？但很少人会提及自己的性格适合怎样的投资方式。或者财务自由的规划蓝图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我想买一台游艇，我想买一台跟郭董一样的私人飞机，特写一下哦，就是我讲的。OK， 还是我想怎么样 ？OK， 这个要先检核一下自己的目标、能力、个性哈。像我是打死不退的摩羯座，我真的很适合投资基金哈。我人生的重大问题或企图没有 people。没有捷径可以走，就是靠时间一步一脚印把它解决出来。所以我很认命哦，去买基金。OK， 好，那目前收发还不错。OK， 好，回来听一下这个基夫兄是什么投资大迷思的风险这么少了，还有迷思哦，我敢加戏啊，在风险意识相对小的情况下，那个迷思可能就很重大哦。应该这么讲哦，基金已经是台湾很多人选择的投资工具了，好，也很多人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去买基金哦。可是呢？你买的基金并不表示你了解基金啊，所以我从过去这一段这些年来我跑基金的经验，还有在金融界服务的经验，我就发现很多人在买基金的时候，在行为上面哈，其实跟脑袋想的是完全两回事啊。所以行为上面常常会有一些迷失在哈。我举了几个了哈，其实迷失有很多，今天举几个。心口不合一。哎，对，心口不合一。这就是骂人呢。没啦没啦，某些男人是不是？今天我都做坏人，好，没事啊。第一个哈，我觉得最大的迷思就是大家买基金是什么啊？楼上的邻居叔叔伯伯啊，那个姐妹们说这档基金很好，我就去买啊。哦，大家咻就去买有名的有名的基金，像刚刚白姐讲的、这个替代能源的基金表现那么好的时候，可能旁边的这个有朋友就跟讲，你没进去买？我被探。20%、30%哎，金鸡贝，好，你如果是听名牌去买基金，我觉得你如果赚钱是你幸运，但是如果你赔钱是活该，好，那有名的基金不一定是好基金，听名牌买赚钱是幸运，幸运啊，赔钱是活该，是恶的对，对，挺好哦，挺好。那我觉得为什么列这个迷思，就是回归到我刚刚讲，我们买任何的投资标的哈，还是要自己做一点功课。所以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怎么去挑基金啊，所以你根据那个我刚刚讲333法则去挑啊，而不是去挑有名。所以你可能挑出来基金会有些基金，你说哎我没看过，其实很多没看过的基金表现比这个有听过的基金还要好啊。所以第一个迷思是有名不一定好哦，有名不一定好。OK， 迷思第一个。第二个迷思呢，就是台湾人最常犯的哈。刚白姐一开始也讲，台湾人最喜欢买的基金是什么？债券型基金。对，然后是配息的债券基金，然后月配息，每个月配给你一息的基金，大家是疯狂的在买啊。台湾大概买了至少我算一下，应该有3-4兆以上的基金。因为那个 feel 很好啊。有 feel 啊。哎呀，所以今天实习是这个一般投资的人的代表，对，对对对对，投资大众代表。对，因为李专跟你讲，每个月配息给你，很高兴哎，比养儿子比养儿子孝顺啊。然后呢，配息率可能什么6%、7%，你听起来就很动心，对不对？对啊，那我告诉9%都有呢。对，9%哦。但我告诉大家，配息率是一个迷思，配息率配给你高，并不表示你的基金就赚钱。为什么？简单的公式，配息率是什么？配多少钱给你除以大概净值。对。那如果净值变小，分母变小的时候，它是不是突然就变？对，就突然配息率好高哦。可是净值跌。可是它的来自于是什么？它的净值的小，分母变小了。好，对，也就是说，如果它配了年化，如果配6%给你，可是它净值跌了8%，那我问你，你的投资是赚钱还是赔钱？不要卡嘴了。那它数学应该很好吧？对对对，这是赔钱的，所以。配息率高不等于报酬率高，这件事情也要特别迷失第二，对，我们的投资人。那第三个叫做免钱的最贵。什么叫免钱的最贵呢？就是呢，台湾有一种基金啊，李专都会告诉你说，
哎，你买的时候不用手续费，哇，听到没手不用手续费，大家就眼睛又一直一样。可是现在大家都在拼这个啊。哎，对，可是有一种基金哦，叫做后收型手续费基金，这个其实很多人买的都不知道他买的是这个。我告诉你，这个费用里面有很多的。哎，这个美杠在里面，哎，魔鬼在细节，这个有机会我们再来讲。所以呢，你千万不要去买这种后收型的这个这个基金，是千万不要买，真的不要买。哎，我觉得你用千万呢，不要碰啦，因为千万不要碰。这个讲起来很复杂，有机会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讲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买这个后收手续费型基金哈。那第四个就是很多人呢买基金之后会先卖掉什么？赚钱的，然后呢，留下赔钱的，这其实是完全相反的事，因为通常赔钱就表示它不值得你留下来，你应该要卖的是卖赔钱的，卖赔钱的。所以刚刚时期问我说他手上基金要不要卖，我觉得他手上留的应该都好基金，我反而建议他不要卖。OK， 所以很多人想说，哦，卖的赚钱基金我就有获利，可是你留那个赔钱的基金干什么呢？你还不如把赔钱的基金卖掉，去找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基金，把你过去的亏损补回来。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哈，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应该去弱留强，对， okay， 那也避免说沉没成本的那种效应。对， okay， 没错哈。那第甘心堆心肝啊，各个啊这种给撸料撸子。你后来发现你手上留的都是赔钱货，干什么呢 ？OK， 你要把那个会生鸡蛋全部卖掉，留住那些不长进的。对，就是在克服心理上，对，我一直给你赌，对，也不是要赌啦，就是前提是你要选到好标的才能够这样子的，而不是好标的你就得赶快把它处理掉哈。那第五个定期定额，现在很多人在做。可是定期定额呢，不是说你，哎，每个月扣款，我就定到我怎么退休啦，天荒地老，哎，天荒地老就不管它，不是哈，我不点名，但是我相信呢，现在在看节目的网友，很多人比较资深的投资人，可能手上之前都有一档国民基金，是十几年前的，大家都在疯狂买的一档矿业型的基金。那档基金呢，你定期定额定做了十年，告诉你还是赔钱的，那你真的。你为什么要买这种基金？所以定期定额不是说你买的时候就不换不然后不卖，不是这个原则哈，而是说你还是要看情况找时间点去做调整，甚至有时候该卖的时候你就得卖。好，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是很多人可能现在过去这个基金公司对大家教育态度就说，哦，你买了这个定期定额基金就是放到你什么退休啦，放到什么小孩长大之后才能用。但我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就设定我二十年之后我这样卖，等到你二十年到那天，你发现，哎，你的基金如果是亏钱的时候怎么办？微乎啊，回不去了，对不对？所以你中间在做这个定期定额的时候，我觉得每隔一年、两年、三年都要稍微检视一下，定期体检，对，定期体检，反正他会寄对账单来，会啊，会啊，对，就趁那个机会做调整。你不做，你还会看对账单？我告诉你，很多人是不看对账单的，然后。猛然有时候收到对账单会注意是什么红字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呢，这个绿色赚钱的时候都随便放在抽屉里随便丢，可是等到赔钱的时候就特别注意，可是赔钱的时候你要去处理。来不及了嘛 ？OK， 是，这个这个总编了哈，这个说定期定额投资，小钱能够赚大钱，这个大概我们理解，能够分享一些活生生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包括说你也提到这农夫投资术啊，农夫基金投资术，为什么叫农夫基金投资呢？OK， 其实我觉得所谓农夫，我应该是农夫哈，虽然有个农夫很有名，对，没有了。就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哈，其实投资就是我们刚刚您讲的那个坡道的问题嘛，还有一个本金的问题，对不对哈？那因为现在真的是你在现在的低利年代哈，我们应该先放这一张一下，这个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知道了。OK， 哇，你现在放定存真的是不行了。现在虽然有一些银行三不五时还是有用一些很高利定存利率给你，拿去银行存钱，越存越钱越少哦。对，现在可是你现在真的是不能存钱了哈，一定要用存基金的方式来博取一个未来的成长的机会。就像您刚刚提到雪球的理论是一样的。好，那我们现在看这一张好了。假如说你这张就是那个雪球的理论一样，你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坡道，就是你的时间，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去找到这样的一个方向，到四十五年，哎呦，对，说不好怎么数嘞。好，那你当然就是要去挑一个，假如说我们有简单一点，就用一个7%好了，这样的一个原则去找一个这样的一个基金好了。好，那你三不五十的，你这样定期定额下来，哎，也许你的这个获利有出来了。好，那你获利出来了以后，你要怎么办呢？你可能那个净值不会再回去了。比如说，去年三月底是一个最低净值的，是。
对不对？比如说台积电也是刚好在那个，假如你之前没有买在100块以下的，你可能到了去年三月底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价格的时候，你买了，那你要不要抛？你除非家里有需要用钱嘛，不然的话你就是慢慢存。对，那你怎么办呢？就栽果。所以我常常会讲说，因为应该是农夫的或农妇的果栽果理论，有果实结成之后，你比如说像刚刚姐夫也提过了，对不对？就是你检视了你的报酬以后，你发现有一些还不错，然后因为你也可能三不五时也看看我们这些财经节目啊，阅览了很多的财经杂志啊，哎，很有灵感。好，那也觉得哎，某个方向是不错的。那时候其实说像慈禧刚刚讲的，比如说债券型基金，我想你也是顶客主嘛，对，那应该也没有很多的这个实质耗烦的问题。那其实那个配息下来的东西啊，或是说有获利的，哎，你就可以转进一部分，比如说你用你的配息的东西，因为大家每次都看到配息很高兴，啊，配息很高兴又怎么样呢？钱就放在银行里啊，你也没买 LV 包，对不对？也没有买干嘛哦？对，也是一样在那边生，也是一个呆儿子嘛，对不对？你就把它拿出来哈，就是说你只要有赚钱的，那你就把一部分的再给它摘果，因为你可能净值回不到那个过去了。因为人最纠结的就是怎样。哎，你买的好股票之后涨翻了，你又不敢下场了。那你不如就是基金的好处就是这样，你可以买回一部分的单位数。当然现在台股也比较灵活了啦，也有零股交易这样子。那你当然也可以，比如说台积电啊，你可能就丢一点出去，或是说它现在有配息给你嘛。那它配息出来以后，假如你生活是有固定工作的人，你那个配息也不一定要干嘛，除非你要去缴房贷或干什么，对不对？那假如没有的话，其实你就要找一个更好的标的，然后这样子去累积你的财富，投资复利效应。对，那在恰当时机也可以把果实稍微摘下来一点。对，可以做一点享受也好啊，对不对？对，不一的是享受，或是一的你是觉得说，哎，更好的标的可以再投资 ，OK， 对，那你就去筹资更好的标的。OK， 好，那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一些，这里也是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好，因为找到那个湿湿的雪球其实也不简单。对，除了我们刚刚姐夫讨论的，那不是讲真的要专业。对，那当然有一个每年表现好的，也有可能135表现好的，那也有可能是因为你假如说是你这个存基金是为了存一个长远的目标，是比如说像我们可能就是为了退休来存这样的一个基金，你最重要的是什么？除了这个基金不会被收掉以外，好，不会被清算以外，再来呢，啊，基金公司也要好嘛，对，啊，然后这个基金的品牌也要够一定的程度，是，或是说基金的操作是一定有一个，哎，历史轨迹可以找得到的，是。那我是觉得说，像这两张的这个相关的哦，就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参考一下，对，好，因为主编帮我们做了很认真的功课，对，就是有一些真的是哦，就是真的十档给你挑，你可能还觉得很难挑哦，二十档你就自己挑你高兴的好了哈，哎，不错，这几个都没卖哦。因为像比如说你看它成立以来哦，你其实从这二十档基金你可以发现有一些规论，成长性好的东西一定要买 ，OK， 大中华啦、印度啦，好，这些都是非常有成长性的。好，那像当然美国也不错，因为美国永远是世界的龙头嘛，资本市场的这个全球股票就以它四问嘛，是，所以它好，全世界好，所以你美股也一定绝对不能抛弃它。是。那哪一些股票基金哦，长久以来他们有些都很有历史，大概我刚刚看了一下，有一些是30年的啦。对。好像比如说那个富兰克林这一档哈，虽然不是绩效特好哈，可是它30年下来也是不得了。那像摩根的这一档哈，你这边上面有一些美股基金，你可以看到摩根的那档也很好。可是摩根那档是在1988年发的。好，那富兰克林那档就稍微久一点，所以它有多空挑战，是，所以它有时候它的存利以来的那个绩效可能没有那么亮丽，好，没有像那个 JP 的这档那么亮丽，有时候这个基金哈要有生要逢时啦，跟人一样，对，那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说这一些基金其实有时候都经得起考验的，对，能够找得到经得起考验的，然后你也可以挑一些，就像刚刚姐夫说的135啦，或是长久以来他们成立以来的一个绩效啊，你相对比以后啊，因为这个投资理财的事情，有时候虽然我们节目这样播，那有时候你也会找你的理专或者是理财顾问，你可以跟他好好的商量一下，或是说你拿回来自己再好好做一下。好，然后确定说，哎，这些是值得做的，是，你就跟找老公一样，跟找老婆一样，
认定了。就慢慢的存他，找老公找老婆往往是很冲动的，很盲目的。对对对对，可是爱丢，他参戏就丢丢丢丢丢丢。可是那个也很难讲，有的人是爱丢的戏，真的是中大奖的，对不对？不过这个真的是有学问的。对对对，你可是这个功课不是特难，嗯，好。那最主要是考验的是什么？你的毅力。毅力。所以我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哎，我们除了赚台积电以外，我们要赚全球财。嗯，好、okay 哦，那你赚全球财的时候，你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想法。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成长性。OK。你挑好你的经纬度，有些是分国家的。OK、嗯。好、哦，那你有时候分产业的，嗯，像能源可不可以买？其实能源哦，说不定今年还有一波涨幅。可是那个只是一个景气循环型的 ，OK， 对对对，对，那长远的可能未来的能源，因为现在全部的人都在弄推 ESG， 对对，好，就是希望能够地球好一点，是，所以像比如说欧洲地区可能这一类型的欧洲就比较多，哎、okay, 对，是一些相关的新兴市场，那比如说美国当然是 AI 啦，网络，当然它也是慢慢朝那边已经飙升到非洲去了，新市场也有可能，可是我觉得新兴市场，我的看法是觉得。还是以亚洲的新兴市场，我会比较推荐啊。可是像这个什么欧非、中东啊，或者甚至拉丁美洲，我们知道拉丁美洲有几个国家是那个欠钱的惯犯哦，对，像阿根廷哦，常常借的钱就不还，然后就没有一种的对，然后就是有常常会有国家的财务危机的这种哈、哦，每隔几年就要来一次哦。我不是说他们不好，可是如果你要做这些市场的话，我就要比较波段的操作，就是说，好，你在真的它很低点的时候进场，可是当它好的时候，你要记得出场，要算你没有出场的话，你就是白忙一场哈、哦。是。那如果你要做比较稳的，我会觉得亚洲的市场，比如说刚刚白姐讲的大中华市场，包括我们在台湾在内，还有这个所谓东协的市场啊，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稳健啦。是，所以新兴市场我比较推荐的是亚洲的市场。OK， 金副总，你有没有可以分享？我们观众哦，因为是云端型节目，所以比一般的成人节目，观众年龄层会年轻很多的哈。是，你可以分享一两个案例，您观察过，就是说现实的人生里面有哪些年轻人很早投资哦？那他们透过投资让自己的就是说财富的累积速度很快的超越，譬如说。在台积电上班呢，我比你较好，丁丁这样子鼓励大家一下。那事实上哦，投资的这种专业的知识，在我们台湾是非常缺乏的哦。对，我们很会考台大，很会考清大，你就要讲一下这基本的投资理财的一些观念。哎，东伯公盖健康哎，来听你的意见，我们这样子的案例鼓励大家一下。那个要我讲什么？三十岁就离开台积电就退休的，我大概身边没有这种例子的哈。对，那我也不建议大家七早八早的退休哈。那如果真的要讲年轻的例子，我可不可以讲我自己的例子哈？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开始有在做投资，而且我很早就把这个投资转为基金啊，因为过去做股票也是有赔的经验，可是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我自己跑基金线，所以我就做基金的投资。那我必须要讲，我靠基金的投资呢，哎，后来也买了房子啊、哦、那目前呢我不敢讲我可以马上退休，可是如果现在要退休的话，我之前靠基金赚的钱基本上也是可以，所以像可以跟老板拍桌子就对了。我现在没有老板了，我的老板就是我自己了。不要像田大全，我们拍桌哎，没有没有，这桌子有点脏。田大全可能有好多房子可以处理，我还没有那么多房子。我下次要把它抵借出来一下。就是我觉得你说我现在赚大钱，什么亿万富翁我不是，但是你说我财务自不自由，稳不稳健，我觉得我可以大声讲，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了。我觉得我有一定的自由度。我觉得不要给年轻人太高的梦，但是给他一些稳健的梦。OK， 稳健。对对。那好吧，既然讲到年轻人，我就提醒大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很多单位都鼓励大家做权证的投资。我觉得权证不是不能买，但是你不能压身家去买哈。那我觉得还是回来今天的主题，我觉得最适合年轻人投资的这个投资工具就是基金。我有一个疑问，完全相信。对，对我个人也对基金特别偏好了、但是因为前几天才有一个新闻推播，就说有一个人他不是就买了特斯拉的股票，然后好像三四十岁，他退休了，然后就赚了好几亿。像这样子的案例，我相信有啊，因为对，但是应该会对年轻人造成不良的影响。我觉得每个人都想要去，想要去，有点像是。赌博的概念，就像很多人认为说，我只要休学，我去车库里面创业，我就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贾博士。对对对对对，一样的意思。我觉得就是说，好，那些花了钱压了特斯拉赚了钱的人，才三十岁退休，但钱能不能守得住，这才是问题啊。OK， 的确，对，像那个吴家龙有一次说，他跟一个他们同班的啦，他们都台大那同班，他说
你在什么时候去买台积电赚了5亿出场？我要求你莫提出来讲了，会有不当的联想哈。好，谢谢今天三位精彩的语谈哈。这个买基金啊，是一个真的值得你长期去评估，而且仔细投入的一个理财的方式哈。我这个手板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新的一年体重不要增加，但是希望你的财富又臃肿又肥胖，像这个英镑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拍摄哈，你身材没这么点点。好像林肯总统用什么双下巴哈。钱尽量发正，发大颗拢无要紧啦吼。啊，这是人民币啊，这毛泽东先生嘛，可以做大颗。安尼好啊，唔好 ，OK 好。那再一次谢谢庄董，在这个云端跟我们给我们大家这个钱母了哈，也希望大家看到钱母，新的一年发大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拜拜，谢谢。